float like a butterfly, sting like a bee. Keys to ignition are like gloves to Ali. To and fro, water with the sea. The sunrise is my peace. I float like a butterfly, sting like a bee. Keys to ignition are like gloves to Ali. To and fro, water in the sea. The sunrise is my peace.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 Sneaker Highway， 又系我开箱文啊。今日同大家开嘅箱咧就系 Why Not Zero Two。呢对鞋咧系忍者龟 Westwood 嘅第二代签名鞋啊，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期待。我亦都相信咧喺 YouTube 上面嚟讲咧，我系最早发布嘅。首先讲一讲呢对鞋嘅外形先啦。一开始咧，我睇落去咧，咁佢好似个韦德之道三 Way of Way B。个原因系因为佢嗰个鞋舌啦，同埋咧鞋嗰个孔位啦、外质啦，都系有呢啲咧一粒一粒一粒好似菠萝咁嘅形状嘅花纹。呢种咁嘅 pattern 嘅嘢咧，令我谂起 DV 三代。因為 DV 三代都是咁樣嘅樣子，只不過佢係用皮去做，並唔係用一種咧好似生果網嘅網布去做。咁當然啦，用呢種網布去做嘅好處就是會輕好多啦，而且都可以保持翻依一個形狀。咁除此之外咧，有一個咧謎團就係、是、我睇相嘅時候咧，我以為依一個位係碳板，咁事實上咧依、這個位唔係碳板嚟嘅，都係織布嚟嘅，只不過咧遠睇咧好似碳板，咁上面咧。穿鞋帶窿嘅咧，連住嘅咧係一個塑膠。咁成個觀感睇落去咧，其實同呢個 Why Not Zero One 咧係完全相反。因為 Why Not Zero One 係講求簡單嘅線條啦，亦都冇咁多複雜嘅一啲構造啦。咁但係呢一對咧就相反，係非常之複雜，非常之多 details。咁所以咧可以話係另一個新嘗試啦。咁啊睇睇個底，個底係最重要的。因為之前咧佢係用咗全掌嘅 zoom， 咁今次中底咧只有半掌，我相信係。暫時我未睇新聞稿，但係從著嘅感覺咧，我可以同你講咧，後面咧係冇乜 zoom 嘅感覺。我相信呢一塊咧應該係 EVA 嚟嘅。前掌咧就肯定有 zoom 噶啦，因為依度寫住咗。咁另外喺 traction 嘅問題方面咧，今次個 traction 我覺得係差咗嘅，雖然佢都係用咗呢個 SDR 底啦。SDR 是什麼呢？就是 Extra Durable Rubber， 簡稱就是 SDR。 但是因為 traction 的紋呢是凸出來圓形圓形圓形這樣，剛才呢我們跟 Amiel 打球呢就覺得是起線下，有幾次防守的時候呢都差不多是線低了，所以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太厲害我防不到它。講開 traction 就順便講鞋底的其他構造啦。首先第一點，那個鞋標咧係以依種咁嘅有塊透明板後面嘅呈現方式咧呈現出嚟嘅，個感覺真係好特別，從來冇一對鞋咧係會咁樣構造。另一點，依、這個位咧中間咧係透過 TPU 去連住，令到屈腳掌嘅時間咧係多靈活。我亦都覺得咧依、這個感覺咧好似個 Crazy B Rider。喺依一個咧保護方面咧，我覺得依對鞋嘅保護係唔錯嘅，因為咧。佢個鞋筒咧係用咗雙層結構，咁除咗外層依一個咧，仲有裡面依一個內籠咧都係有一層嘅。咁著起上嚟係好困難，每一次咧我都要花好長時間咧去掹鬆個鞋帶，然後先可以咧插到只腳落去。咁但係咧的而且確個保護咧，特別係筒位嘅保護咧係唔錯噶。咁前掌嘅保護如何呢？依、這個網面嘅韌性一直都覺得係唔錯噶。咁但係除此之外咧，佢外質咧仲加多一塊鋼皮，咁咧再穿住喺個鞋帶窿度。咁令到咧外質懷疑嘅時間咧係更加穩定、更加實在嘅。雖然呢對咧係一對高筒鞋啦，咁但係喺保護方面咧係真係做到好足好足。有可能係同呢個 Westbrook 嘅打法嘅關係啦，因為 Westbrook 係好中意係咁蹦蹦跳啊、死鋤樽啊咁樣，的而且確咧對於觀眾嚟講咧個觀感咧係非常之受落嘅。咁正因為 Westbrook 有咁強嘅運動能力啦，咁所以咧喺保護方面咧係好做到好足嘅。咁特別咧睇下後踭依一個 TPU 咧。唔單止大塊，佢咧係箍住我整個後踭啦，而且依塊膠嗰個韌性咧，我摸落去係非常之韌，係韌到黐咗線啊！咁所以我覺得依對鞋嘅保護咧係非常之足夠。仲有一個題外話，就係依塊嘅 TPU 咧嘅上面咧有一個 price tag， 或者可以叫做好似我哋平時買衫咧嗰個 tag 咁樣啦。上面寫住咗咧，依對係 Westwood 嘅第二代簽名鞋啦，係一個 future history 嚟嘅。咁總括而言咧，依對鞋如果十分嘅話咧，我係會俾7.5分嘅，因為保護非常之足夠啦。咁有啲咩去扣分呢？可能穿制時間比較長啦，
同埋咧，我覺得係個 traction 唔係好足夠啦，有機會懷疑嘅時間咧係會跣腳嘅。咁但係咧呢對鞋真係好花心思，佢用咗好多好多唔同嘅素材，由佢前面啦，到中間啦，到中後啦，佢攞個桶位咧用咗四種唔同嘅材料去做依一個嘅鞋面。咁呢一點我覺得係好花心思，可能亦都係依個原因啦，所以個價錢咧係加咗，變咗1099，係比上一代貴咗嘅。咁但係都有佢唔好嘅地方，例如上一代咧佢係全掌都係 zoom 嘅，咁今次咧我相信咧只有前掌係 zoom。喺依一個 Carry 5同埋依個 PG 嘅12咧，其實都係用咗前掌 zoom 嘅。咁但係依種前掌 zoom 咧係舒服好多好多，冇佢嗰種大嘅感覺。咁所以 Y Lost 嚟講咧，我覺得比起咧Nike 的其他簽名鞋呢，其實我覺得是更加舒服啦，那個著落去的舒適感呢是比起之前的那兩對呢是更加好的，所以我是強烈推薦這一對鞋的，不單止是出街啦，而是實戰上呢也都有很高的保護性啦。那這對鞋呢我是在這個元朗的營點二商場 Nike 買的，店員的服務態度呢是非常之好啦，特別那個好像是40歲左右的女店長啦，她即使 serve 很多客呢都幫我又拎鞋啦，唔啱 size 又換啦，咁 Nike 嘅服務態度咧真係非常之好，必須讚一個，親讚你一個。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對於 Raspberry 呢對鞋你有咩見解呢？我嘅見解覺得佢真係好花心思，無論設計定喺一個做工上面咧，都用咗好多唔同嘅 idea 啦、素材啦。咁你對呢對鞋有咩見解呢？歡迎你喺下面留言討論一下呢一對鞋，同埋加我嘅 IG 嘅。下集再見啦，拜拜。